back from the dead.我觉得你和他们不一样，如果你想救他，就自己去救。记住，你是比所有人都特别的青衣。青衣。 真的，嗯，头很重，过去的事情想不起来，但我记得，我全家被灭门，而你救了我。我会救你。我信你，很抱歉，我记有点头晕。我抱你上马。 这棵树，马能跳过去吗？等我劈开它。这周围有些药草，你身子弱。 要准备好了，你服下吧。 舒服些了吧？嗯，感觉好一些了，而且我好像能记起一些往事了。我扶你上马，继续前行吧。沿路可以找到更多这种草药。
这里很像记忆中的画面，可以牵我过去。雪晴临深，日光，记忆中，那是我的，是你的父亲。别担心，我。雪晴临，或许这些回忆，你似乎没。这浮冰太危险，我独自跳过去，把竹筏划在这里等我，我会回来。Thank you.
不知不觉，两岸的景色已经葱郁起来。嗯，我们再向前划一段。我想起来了，你手上握着剑。我是个初见就会那一次，不过你唯一可以相信的是青衣楼是江湖中最强的刺客组织，青衣是青衣楼最好的剑客，哼，却成为了青衣楼的目标。让我看看青衣的剑有多快。凡剑招必有破绽，看准时机闪避，诱出敌人破绽后发动反攻。对方会格挡我的剑招，需以凌厉剑招持续。剑意已满，可以发动必杀重创对手。闪避，招式已被看破，继续强攻亦被反打，不若暂且后退。
敌人攻击前，看准时机，闪避，闪避，诱出敌人破绽后，发动反攻。剑恨凌厉，但不再有夺命之风。迟暮关无命已经现身，缺乏战意的青衣，哼，不是他的对手。那个无命你认识？认识。他肯定没有你青衣，一定是这深山之中竟有一座庭院，早已无人居住了吧？我看门无法推开，或许得在附近找。门无法推开，或许得门无法推开，或许得在附近找合适的位置。门无法推开，或许得在附近找合适的位置，翻墙进入。
门无法推开，或许